经济性的报道，究竟有多少人在这个 iPhone 15推出之后受到了刺激，引发了需求而换机呢？事实上，全世界的手机销量在今年第三季全面都下滑了。那么三星呢是稳居第一，它的市占率有两成，苹果第二，小米跃升为第三，而华为和荣耀、传音都出现了正成长。不过苹果 iPhone 15在中国大陆的销量不理想，为了买气，苹果的执行长库克突然到了成都。研究机构数据显示， iPhone 15在发表的17天内在中国大陆的销量上跟 iPhone 14相比足足掉了 4.5%。 苹果受到华为新机这个 Mate 60 Pro 的挤压，中国大陆消费者抱着爱国心力挺华为，中国移动呢更向华为下单120万只手机。人群簇拥着苹果执行长库克要签名合照，库克来者不拒。在成都太古里的苹果旗舰店里，库克还观看了一场手游《王者荣耀》表演赛。库克赞叹玩家们表现，还在大陆社交媒体微博上发文，写着手游《王者荣耀》诞生于成都，在 App Store 上风靡全球。另外一篇发文则是用 iPhone 15 Pro Max 拍摄一张安顺廊桥照片，写着你好成都。库克介绍了苹果公司在川发展情况，他说四川是中国的经济大省，充满活力，发展前景广阔，四川市场对苹果公司在华业务发展十分重要。不仅是走入人群探店，也见了四川当地官员。继今年三月到访北京，时隔七个月，库克突然又现身成都，此行被市场认为是为了救新机 iPhone 15在中国大陆销量。9月22号，新机 iPhone 15在中国大陆开卖，当时北京的销售门店人潮排队，热烈程度感觉不差，还有不少死忠粉丝急着抢头像。我在店里是大概等待了半个小时，取到了这部。因为苹果手机很耐用，所以我这个苹果11用了很长时间，然后所以我买了新的15。这股买气却没有持续太久，彭博引述研究机构数据表示，新机 iPhone 15在发布后17天内在中国大陆的销量与上一代相比下降 4.5%， 市占率甚至被华为超车。因为各种的原因吧，这几年它也没有 5G 的芯片，看了网上很多这个拆机的这个讲解，确实呢这一次的芯片有了一个，不仅有提升，速度有提升，而且它是完全国产化的。那芯片都是咱们自研的，屏幕也有那个高刷，一直说比较难定嘛，所以过来看看，就肯定会定一台试试，支持国产。大陆人用爱国心支撑华为。市场研究报告数据，10月2号到8号一周的时间，华为手机销量超过110万只，单周销量的市占率为19.4%，排名第一。同期苹果在大陆卖出99万只，市占率17.4%，排名第二。看一下这个通知啊，这个 Mate 60 Pro 体验已经满了。在华为销售店内，新机已经没有现货，就连体验也预约额满。近期大陆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更公布讯息，严拟采购华为 Mate 60权益版等五款手机，需求为120万只，被市场形容是大陆国家队出手助推，让华为销量再吃下一颗大补丸。就直接对好它扫好。哦，这才对啊。对的，是不是还是很神奇啊。华为 Mate 60 Pro 有项独有功能更被大陆民众推崇，那就是质感支付，不用特别打开支付页面，结账时扫码机一碰到手机，自动感应跳出付款 QR Code， 提升支付功能。华为旗下的支付机构迅联智付则被人民银行正式批准更名为花瓣支付。最新公开信息显示，当前华为钱包的月活用户数已超1.4亿。华为的支付体
系在大陆虽然还比不上支付宝和微信，但之后花呗支付将依托华为作业系统跟手机等产品提高市占率。在官方和民间相挺下，华为重新和美国手机第一品牌苹果站在同一舞台上竞争销量。 TVBS 新闻综合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